Hello，我是莫光光。那今天我们要来看51项周年，已经大概半年以上，大概七个月没有氪金过了。那这一次的周年很特别，因为怎么样的特别法？过去的造型，过去的限定造型，现在也可以。比如说这一个，这个造型它是要过年的时候才能买啊，现在就可以直接买了。那只是我现在钱不够，所以说久违的氪金。好，现在来抽51箱。那抽这个51箱呢，我觉得要放一个音乐。那我的频道都是游戏王的影片嘛，所以说就放这一首。噔噔噔噔。好，我们先看看啊。这个箱子是必中一定会有个金，一定会有个金。那我自己就先开这五个。哎呦，新的，说真的不好看，不太好看。感觉有点非洲。给我一个金，快点！哦 ，nice， 说要就要。nice， 好，好吧。好，继续。好吧，继续。好，托比啊！哇哦，这一次新的哦，不错。继续。OK， 这个也好。现在我们都几乎没有开到重复，这是我觉得很棒的一个设计，因为抽到重复了真的是很不爽。纸杯，哦，好，继续，好，小虎呀，好，这个好 ，OK， 加油，继续。好，好，加油。跳舞我没看过，我来看一下。好，这个特写镜头是吗？好的。好，重复了，重复了。
哇，这个一定要。看一下啊，壁纸。哇，帅。这是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OK，继续。哦，我开到好必中。好，我们刚刚才看这个造型，就马上出包了。呵呵，最后一个。OK， 我们开完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第一把的造型我是全部都有啦。好，那，对，9393，好，换账的我看一下哦。岛田长子这个捍卫密令我没有拿到它。不太想花哦，但是看起来是很帅，没有错啊。是我现在只有4800块，3000块有点惨重。好，避雷骑兵 ，OK。好的，末影跟紫薇官 ，OK。这个我也是全部都有啊，这个对，全部都有。好，夺命女的话，
吧，就决定是你。OK， 此生无悔。Nice， 看看这个，太美了，真的太美了。好，看看安娜。安娜的造型我是喜欢的。小美的话，追一小美，哎呀，我没有钱，没有票，哈哈。我看一下武器，还可以啊。啊，纸杯，纸杯不用说，一定是这个粉红纸杯啊，粉红纸杯最棒。那第二个的话就胜利女神，第三名是女巫。那朱雀的话，我是觉得还好啊，虽然穿的还蛮火辣的，可是那个发型我不是很合我胃口，粉红就不错，棒。火比昂 ，OK， 火比昂就差这一个，好，那火比昂再来是蓝图 ，OK。扎利亚 ，OK， 扎利亚我全部都有，再插一个野蛮人。好，欧瑞莎，哦，这个真的很帅哦，比起其他的造型来讲，这个真的很帅，哦，非常的霸气。好，看一下，死神，我这全部都有。毁灭拳王。这也太帅了吧！这个，哎，这个真的蛮帅的，哇哦，好像是那个保镖，哦，那个什么的保镖，那个什么黑道的啊，那个保镖很帅。这个哇，啊，整个我就最想要这个，真是很棒，看起来太棒了。把它的话，这些我没有拿到的就是它基本的啦，差不多。哎，这是活动新的哦。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个青龙最好看的，你看啊，那个它的胸前会这样子，我很喜欢。再来是我们的Genji，我可以算是全部都有了。那这个250块的话，哦，然后文斯顿就全部都有。除了这个，除了这个，老鼠啊，好。帅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看一点，这个比较好看。是如果你要说盾牌来讲的话，这个好像比较酷，比较有十字军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头上的话几乎都有啦，那剩下这个就是旧的我也不想解锁。那我就几乎都没有，一个比较新的。哦，莱因哈特。OK。我们的露西欧，这次露西欧新的我也没有拿到哦。是蛮可惜的。呀。新的哦，多年的，是，好吧，还有西梅塔，这个我可以，这个很棒，这穿的非常的辣，非常的喜欢，这个的话。
话就这个是他的武器很帅啦，然后魔术师的话，哦，我是想要魔术师哎，可是没有抽到，可惜。那我们来看看闪光，闪光是全部都有，很好。好的，海银，哦，海银的话我这个最满意的啊，逆抓组织。接下来就是这一个，看。OK， 哦，这一把很帅哦。还有这一把，利爪组织的更帅，还有红外线。好，中二哦。好，麦爹，我们麦爹的位置其实都有一点。除了这个旧的没有必要的。好，那这次影片就到这边喽，谢谢各位的收看。那如果有想要跟我一起玩斗争内容的话，欢迎跟我一起玩。当然就是我的 Facebook 私密我，或是加我的 LINE。那我的 LINE 的 IP 的话，频道简介也不行。好，那欢迎跟我一起玩斗阵。OK。